我们来 Gold Coast， 因为之前工作很忙的关系，已经好久都没有来过了，所以我们第一站就要去吃我一直都很喜欢吃的海鲜冻。然后因为他们这里有非常多的巷弄，我每次都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我们都会一间一间去找。那间餐厅啊，是我前在日式餐厅打工的时候，然后那边的厨师带我来吃的。然后他们说，这个老板他跟我们之前就是那个大厨娜美桑是好朋友。每次来的时候啊，应该都是会点这个三色冻，要不然的话就是喜欢吃鲑鱼的，也可以点鲑鱼的其他的冻沙须米。那我觉得他们都很新鲜，就还蛮好吃的。它里面这个饭啊，吃素饭，然后搭配生鱼片就超清爽的，很好吃。好满意，结构瘦嘞。Professional Master 实习。Yeah, yours looks prettier.如果想要来这一家吃的人啊，就是记得就认明这个 Watson 澳洲精品，然后走进来，虽然里面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是走进去就对了。 Do you want to build a bear? Yeah, sure. 求啊。一个你想要的颜色，这边有说十个样，然后它就会帮你充满，一支是30到30块，29，然后最便宜的是19块。Jealous. Dream.这就是一个整天说自己即将有出要在海边睡觉的阿詹。这个礼拜感觉上有四席，大家都开始摆摊了。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台湾生活久了以后啊，跟在澳洲生活可能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在台湾本来不喜欢的品牌啊，在来了澳洲之后就会开始喜欢上它。那今天我就想要带大家去看一些我原本在台湾不喜欢的品牌，然后来到澳洲以后我觉得非常值得买的品牌是哪一些呢？我们就去看吧。像这个 Air Max 才90澳币，男鞋是不是很便宜？然后这个也才110，就大概台币都2-3千就可以买得到了。Good try. How do you feel? Comfy. That's good. Very comfy. 啊，真假？阿伯汤或者澳洲 Outlet 的 Nike 真的很便宜，大家如果有来逛的话，可以买回家，真的很划算。他现在买的这一双啊，其实跟我的就很像，就是都很透气，然后下面也有软垫，就还蛮舒服的。而且我们两个都觉得 Nike 是 Outlet 里面最值得逛的一家店。这个 Jordan 的帽 T， 然后里面是枯绒的。这个才多少钱？
60块。 I think this is pretty. Can I try? Right? Can you try? How much is it? 40, 才40. So cheap. Oh. Good. Oh, 球啊。每一次如果我们来 Harbour Town 买东西之后啊，就一定会来八号胡同这里的玩土点饮料喝。第一次被他在这里喝到四季春，他就觉得超级好喝的。可是后来啊，这个饮料就没有卖了。但是这变成我们两个就是每次必来的行程。而且我觉得 Harbour Town 这里跟我以前在住在 Gold Coast 的时候真的差很多。以前这里就是都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后来就是有经过绿化啊，美观就变得很漂亮。然后还有八号胡同。而且八号胡同这里面桌子每一个号码都是八号，我就觉得很有趣。是的，对。Like it. It's really very nice. 本就夏天很容易，很热嘛，然后会流汗，然后 Super Dry 啊，它就非常的好透气，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来到澳洲之后啊，就开始变得很喜欢 Super Dry 的衣服，而且 Super Dry 在澳洲都超便宜的，像这一件它才现在特价才20块而已。店员刚刚跟我说买两件就可以打8折，所以我决定我两件都要买。In total, with the 20% off, which is $43.20. Okay, cool. Thank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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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good day. 然后想要跟大家介绍这个英国来的牌子 Rivers， 它里面的东西啊全部都很便宜，所以大家如果说要掏什么好货的话，可以来这里看看哦。Your friend， 亲姑啊，亲姑。我们现在去 Ben 的同事推荐的一个在黄金海岸，我觉得应该是 Surfers 的辣炒年糕店，然后他说很好吃，就去看一下到底有多好吃咯。 Every day I test your last move Today's wondrous Little tension I smoked the coast of yourLet us breathe in, breathe it out, can't replaceable.然后顺便跟大家介绍 Brisbane 跟 Gold Coast 的这种停车计费站，就如果你没有看到它写 free parking 或者 meter cost 的话，就记得要把自己的车牌放进去，然后看你要停多久，通常前15分钟会是免费的。那如果你没有做这些动作，如果之后被偷了会被罚好几百块哦，所以大家要记得就停好车的时候就看看就是附近有没有这个停车计费器。They got so many kinds of rice cake. First one, rosé. Should I get, so just get rosé, tteokbokki, anything else? And you can get this one, your favorite. Ah, yeah, this rice bowl is my favorite. Today we're going to try this, which is the bun fan tuan, and this 玫瑰辣炒年糕。好奇妙，这个辣炒年糕啊，会让我想到辣鸡面的 cheese 口味耶。Thank you。然后这是我们另外点的一个拌饭团，我最喜欢吃韩式拌饭团。Thank you。How many restaurants are there? Because there are many students here. Let's try it. What's the shop in Sunning Bank? Namgam. Namgam is better.
It's a bit salty. 要试试被大力推荐的炸草莓糕。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可能两个人会吃不完哦，比较适合做 party 的食物。来，也 very creamy。要来的人呢，就是不要像我们一样开的那么远，开到这个看到 Mantra 就可以进来了。这个 Mantra Southport， 然后。这有一个移民中心，就走进去，然后就在左手边就可以去安妞，可以试试看看它的 cheese tteokbokki。我是觉得那个 tteokbokki 是蛮好吃，但是不会让我想要从布里斯本特地下来吃。The tteokbokki is not very good enough for us to come down from Brisbane, right? 每个人口味不太一样。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The next day. Australia, 这里很多，就是你加入会员的话，它就会给你很优惠的折扣。看，就是买150可以折50，然后250就折100，其实还蛮不错的。我自己本身啊，就是会住 Queensland， 不是很冷。所以我其实会比较偏向去买 Uniqlo， 但是如果说你是住在 Hobart 或者是住在 Melbourne 的话，就很推荐你来买 Cosmo。像它这种羽绒衣，原价500，然后现在特价就是200多块，就很多都打折打得很凶。